方儿，来，进来来。俺家凤儿明天该上几年级了？小学生了，以后可不管这么整天疯玩了哦。五年。来，凤儿乖，小学生就应该清清爽爽的，要不然上课的时候。头发挡着眼睛怎么管呢？俺家凤儿该长大了，懂事了。爸爸，我准备好了。划过这个桥洞，来，背挺直，来，臂打直。对，爸，你咋了？喝茶。妈，怎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烫啊？等一下，我送你去医院。爸爸。